跟你讲哈、哦，P 砖泡，P 砖崩哈、哦，它最好啊、哦，因为清水的话，现在的因为大家现在都清水，那有一个方法是说，第一个动作在我假设我是 P 浅的话哈、哦、，P 浅是这样的啊、哦，那没有那么好打，它会这样打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样哈、哦，好，打了之后。打到了之后，好，然后接回来再打出去，好，所以这个打出去就要讲这个出去哈，所以这个动作叫刮地空哈，那是三台是正对哈，三台是这样，然后手向身子出去打下去，你注意脚上有没有办法出去手，所以这个要刮，不一定要踢他，刮地空就好，你注意看哈，刮地打下去，这个在。你们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，不一定要踢他，打这台踢他。假设是这样一样，好、嗯、啊，他这边挡了之后，啊、哦，挡了之后，踢水是属基本，那钻锤，再钻锤，所以在这踢哈，出去啪下去，然后再来哈，如果他要滑脚过来，好，开始哈，这样，这样打，一套拳哈，来分水来，分水就是这样哈，啊，然后一咣砰一样打下去，刮地翁在洗衣前最打的面是最好的，那刮地翁其实是洗衣六合拳，它会整合到没？它里面是硬抓板，好，硬抓板，然后。一转，好，所以下去，对呀、啊，来不及打。这个动作哈、嗯，本来是七一减是七一六，而且是不抓法，是这样哈，不抓法，熊式嘛哈，熊式，一抓，那一抓把它怎么用呢？它就你要打它上，你要先取下，所以一定要有个刮地空。恨地无款，恨天无款，恨地无什么？哦，忘记了，好像是恨地无根，这样，砰砰下去，哦，所以他打是这样哈，这样下去压下去，蹦下去，那他要再前打过来，干下去了，就这样，试看看啊 ，OK， 交给我。